本宫自问待你不薄，你竟敢背着本宫勾引皇帝！你笑什么？好像世人口中睿智贤德的独孤皇后，实际上却是一个妒妇。放肆！我说错了吗？你表面上大度，口口声声要陛下纳妃。 实际上，却不许任何女人接近皇帝。为了巩固你的皇后之位，你私底下做了多少恶毒之事？你今日的地位，又是用多少人的性命换来的？你一个小小的宫女，竟敢对本宫口出狂言！皇后，你若真像你所说的那般贤惠， 就不会嫉妒我与皇帝一夜风流。你年老色衰，皇帝早就看厌你了。皇帝抱着我时，一直在我耳边私语，说我肌肤胜雪，柔如凝脂。住口！皇后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？ 你也有今日，文姬虽然没能亲手杀了这个女人，但这一次会比杀了她更让她痛苦一千倍一万倍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尉迟文姬？你是文姬？ 陛下，陛下，出大事了！陛下，出何事了？陛下，您快去看看吧，皇后要杀了如意。你说什么？臣服求陛下，救救如意。 这是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恨，我恨你们。若不是你们，我母亲不会死，我父亲不会死，尉迟家就不会家破人亡。若不是你们，我祖父更不会死。都是你们害的，你们害的。 世人都说你们夫妻恩爱是对方如珍宝，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你自以为只爱你一人的杨坚，不过一夜之间，便拜倒在我尉迟文姬的裙下。独孤伽罗，你输了！你输了！你闭嘴！ 如何？你此时是否恨极了我？那就杀了我呀！我们杨家终究有愧于你们尉迟家。念在你是尉迟家的后人，本宫不杀你，用这支钗划了你的脸。 然后去庙上安出家吧。你是在可怜我吗？你以为你不杀我，我便会感激你？做梦！ 是你杀死我的，是你杀死我的。
皇帝，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，你独孤伽罗是一个表里不一的杜甫。 若有什么计，可以朝朕撒。你为何非要将他给逼死呢？臣妾没有逼他，是他一心求死。这世上怎会有人一心求死？朕分明看到的就是你逼死了他。陛下，此言是责备臣妾擅动。那就请陛下废去臣妾后位。伽罗。 你不要意气用事。此事是朕错了，是朕对不起你。但是人命可贵，你不该这么做。陛下可知道，赵如意的真名叫做尉迟文姬。尉迟文姬。 她是文姬，皇后，您说她是文姬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是文姬，文姬。